就是了。来，全在就给你了。来，帮我。帮我。这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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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的规则。啊？他的还是比较，这个什么，我看怎么样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制作员吧。我师傅他们在开一块，和田玉器材料碧玉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这边有280吨，感谢。他们今天拉了两块和田玉器材料碧玉啊。两块石头看着也挺不错，我们看一下结果到底是否有惊喜啊。这是刚才我们来之前开的一块小的碧玉啊，这个肉质非常好，看，就是开的这小块，这边还有一块大的，大的已经画好线了，画好线的这边运气搞打眼。现在师傅发车了，马上就要这个破石开始了啊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到底是大石头是怎么破开的啊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首先是运这个气缸，再画好线的位置啊，打眼，它这个打眼也是有技巧的，一般人你看没有技巧不会打啊，这个打眼也是挺费劲的一个东西。现在上面的眼打好了，他们来了一位老板，问一下这个石头大概多少钱。哦，问一下呗。10来万块钱。现在他们准备侧面打，上面打好了打侧面。现在用叉车把这块石头翻个面啊，不翻个面的话，它侧面那个有点太高了，打气缸的话使不上劲啊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再研究一下看怎么打。刚才研究好了，现在把这个石头支起来，这开始师傅站在这个叉车上开始打这个石头，他说这样打是比较省力的啊。我们一起看一下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斗啊，现在眼终于打好了，看一下，打了两个眼侧面，前面打了四个眼，现在把那个开春放进去，这放的就是开春啊，看一下，这是这两个这这边给下去，这边给下去，这边给下去，不是这边给下去，给木头下去。现在放好开锤啊，就是用大锤抡着砸一遍，它这个石头就崩开了。经过一番的砸锤啊，现在开锤全部砸进去了，这块石头马上就要开了，看一下，石头开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看，这一瞬间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，看一下。这石头。来，全在就给你了。石头现在开了，我们看一下开的这个面啊，看这个肉质非常好，非常细，里面全是满肉的啊。今天这个石头他们算是开赢了，看一下。刚开下来，有位老板已经看上了这块石头，现在他们把开下来的这块石头上秤了。老板准备带走，我看一下，146估计啊。今天他们运的这个秤，它这个头和主体是分开的，第一次见这样的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刚才从那块大石头上分下来的小块啊。小块你看肉质都挺不错的，刚才一位老板看上了，上秤准备带走了啊。不对的，
刚才这块大石头只是开了一小部分啊，现在他们准备再开一下，看他们现在把那个敲掉，准备再开一下啊。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今天的开始视频就给大家看到这啊。刚才他们开的那块大石头啊，今天开的非常成功，里面都是满收的啊。虽说碧玉都是出货率非常高的，但那块石头的玉质都挺好的。刚开下来就有一块老板看上，上称带走了啊。赌石有风险，大家需谨慎，有想法还是要干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。没有关注元宝的关注一下，元宝是在这个呼伦山下最大的和田与青海料原石交易市场，每天给大家看开始或原石加工成品的精彩故事。有什么想法看法的，在评论区打出你们的想法看法。